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其实妮妮来自于迷你魔法小镇，她拥有各种各样的魔法，比如看似每天都在吃，其实她是在用魔法偷偷把食物转移，储备过冬的粮食。再比如她还会时空转移。好困呀，现在几点了？十二点啊。十二点，今天终于要上课，迟到了迟到了。你怎么还在吃？一点都不着急。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？看我的，马克巴克摩克巴克摩克米克呼，时空转移。我呢，现在是早上六点的时间，你还有一个小时去吃早餐，然后再上学。你也太棒了吧！就这样，妮妮总是能解决我们的麻烦。妮妮，我课本忘带了。妮妮，我午饭忘带了。妮妮。哎呀，好吧，我帮你。直到有一天，家里出现了两个妮妮，你们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啊？我是真的，瞎说，我才是认真的。你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你骗人，我才是真的。停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检验一下，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有什么办法？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妮妮会魔法。那你们展示一下自己最擅长的魔法，怎么样？马克巴克，食物转移大法，喵喵喵喵，这，是妮妮的魔法，你的呢？马克巴克，摩克巴克，摩克米克呼，时空转移。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，这也是妮妮的魔法，连魔法都一样。这究竟谁才是真的啊？我都说呢，我是真的妮妮，我才是。看来只能使出最后的绝招了。我们都知道。妮妮的数学特别的好，只要是我提的问题，妮妮肯定能答出来。那你们就通过答题来确定谁是妮妮吧。没问题。那我开始问了，一加一等于几？等于二，我先答对呢，所以我才是真正的妮妮。可恶，错了，她才是真正的妮妮。什么？大家都知道妮妮数学不好，只有你听信我的鬼话。你答得那么快，肯定不是妮妮。这下就上吊板呢，我就算是耗尽所有的魔法也要把你收走。猫咪猫咪哄，消失魔法。这他不见了。消失魔法，用的消失魔法，我的魔法也没呢。什么？你还是把他叫回来吧。为什么？你又笨又蠢的，没有魔法还有什么用啊？你这样说我太伤心了。哈哈哈，不过这个假妮妮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